控政權，聲音有價，請持續支持 My Radio 節目月費計劃。本土民主反共，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Radio.hk 曾經繳付任何 MyRadio 七月或八月節目月費的網友，而家可用八折優惠價購買《鬱敏新書》。多謝大家持續支持 MyRadio 節目月費計劃。喂，過嚟幫手啊！搞咩啊，家姐？唔得閒啊！趁落雨装翻啲水咯。吓、啊，你冇嘢啊？淋病你啊？快翻入嚟啦！冇交水费咩？冇交，交水费我就真系交错。交 My Radio 嘅月费我就一定唔会错。唔系你有得咁叹听鬱敏踩场咩？而家已经系月尾啦，你交咗月费未呢？未交嘅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拣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家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喂，歡迎大家收聽南風槍。今日咧係8月23號星期日嘅晚上，咁我係爆石啦，有糖水同埋離地下阿 Sam 喺我哋當中。大家好，大家好。首先咧，我就想講講今日咧，我就同我女咧食飯就傾偈喎，咁就講開第時大個，你知啦，即係成日都會傾下我的志願咁啊嘛。咁我女咧係四歲嘅，咁咧咁我就問佢：喂，你第時想做咩啊？咁佢同我，你估下佢想學佢想做咩？貪官。系杀咗佢。咁女咧喺澳洲呢啲自由角度长大，应该就老师。你估老师啊？喂，糖水咧？我睇佢 Facebook status， 我知道个答案。系嘛？你真系衰嘅，即系偷睇人 Facebook。咩事？咁啊开股啦。咁佢话佢想揸的士喎。咁我话死啦，大剂啦。啱啱上个礼拜先讲完 Uber， 的士前景堪舆吓。跟住而家你同我讲话想揸的士，咁所以。即係我諗我都好似香港嗰個老豆咁樣咧，四歲幫佢買定間屋，即係等住養佢啦，真係陰公。哇！你又唔好咁講，行出狀元嘅。喂，你唔好講喎，喺度揸的士幾好揾嘅喎。而家仲係咩？有 Uber 都係啊。係啊，唔係啊，我一路揸 Uber 咯。唔係不嬲揸，係啊，咪揸 Uber 咯。唔係不嬲揸的士係好揾嘅，只不過係嗰、那個工作時間長啲啫嘛，因為你一間十二個鐘噶嘛。无啦啦讲咩讲咩揸的士啫、啊、你唔系啊唔系啊，因为讲我做咩？因为讲开我的志愿，跟住谂下死啦，系咪要帮佢预备一下啲后路咧？咁样跟住睇下，喂唔得、啊，我帮佢买嗰啲股票，而家跌到趴喺度。你谂太多啦，你个女使乜你安排啊？讲真，唔系啊嗱，喂唔系啊，即系个情况就系咁，你知大陆即系啱啱天津即系呢个嘅爆炸完毕之后咧，即系咧冇样嘢好嘅，基本上即系中国基本上系拖累晒全世界所有经济，我觉得。尤其是你在股票市场，你就会见到即中国其实真的有很大影响力。现在中国不高兴嘛，不是，现在真的中国对世界的影响是日趋严重咯，即越来越有影响力在一个国际舞台上。这个是怎样严重法啦、啊？你看回呢，即美国股灾啊，美国星期五啊，冧到仆街，冧咗 5.8%， 是由2011年以来冧得最坑的。即澳洲其实就最惨的，每次呢就是星期一呢就看星期五美国收市是怎样。
吓、啊，即系跟住开市冇啦，又睇中国个市点样，所以成日中澳洲呢啲咁嘅小国咧，成日俾呢啲美国啊、大陆啊咁样钳制住。即系美国跌 5.8% 咧，我都唔知道。即系星期一、听日、听朝早开市嘅时候，一跌到趴喺度，我同你讲。咁反映咗中国因素，咪正常经济运作影响唔到 Main Street 咪得咯。因为七月、八月其实系即系股市嘅收成期，因为好多大公司都会公布业绩，其实咧即系每次七月八月嘅时候就系好多即系呢个股市去谷上去嘅好多 catalyst 都系七月八月度开始。咁但系你见到其实虽然好多公司都尤其是譬如话比较大嘅 Combank 啊吓，或者系一啲譬如 Coca-Cola 呢啲咁嘅公司，佢去宣布业绩都唔差嘅时候咧，但系佢都救唔到个澳洲整体股市。照跌啊！唔系而家两系啊，你出乜嘢盈利报告？照跌，最惨嘅就系资金市啊嘛，而家六十零岁嗰班就嚟退休，等退休攞住班退休金嘅嗰班部强积金入边又唔见咗10%到啊！佢住嘅嗰间楼升到发晒癫啊！喂，我真系另一边商，我睇下可以升几耐，你明我意思啊？即系而家大陆咁样样吓，唔攞住乜？佢冇嘢，佢唔攞住啫嘛。佢对啲强积金，你咪唔攞，或者攞住攞啲出嚟咯。佢唔使一次过攞晒啊嘛。就凭今即系依排啊，中国大陆即系发生嘅事都睇到，哇！即系其实即系你大陆衰就好啦，你唔好陀衰家，你即系揽而家咁样即系揽炒喎。即系我知道糖水你都有嘢想补充下喎。系啦，上个礼拜讲我就系话。点解会觉得呢个系中国 beginning of the end 呢？因为讲个成个系统呢，佢再溫唔到落去。嗯。咁我觉得可以 elaborate 下呢，解释俾听众听下点样为之呢个成个系统要溫唔到落去呢。咁其实共产党系统好，即系要简单啲嚟讲，就系其实佢系一个官僚架构嚟㗎嘛。咁、嗯、相对于你譬如你嗰个苏俄式嘅系统，基本上是一个官僚架构，你相对于英美式嘅系統，一個係一個開放型嘅，無論政治經濟都係一個開放型嘅制度咧。咁當你一個官僚架構，你去咩都控制，小至你嘅人民嘅思想意識形態，去到宗教，由基督教要藏傳佛教，到你食嘅嘢，你嘅經濟，你做每一件事，佢都要控制。一個官僚機構喎。生仔都要控制咯，上网又控制咧，系上网啦，对外关系所有嘢，咁你好自然你个官僚机构会系膨胀到个地步，冇办法控制到咁多嘢，所以而家讲紧70年到差唔多啦，你有十几亿人咁嘅国家，你系控制唔到落去咯，而家睇呢个势头就系、是，同埋又系话，即系睇种迹象咧，其实佢系设法都要保住一个高增长而去維持住國家入面好多運行嘅方式，或者佢自己嗰個 political agenda， 即係有少少似而家澳洲自由黨都係咁樣噶，都係有少少咁嘅情況。唔係個問題係你點樣可以繼續可以維持咁樣嘅高增長法呢？而家依個咁已經咁耐嘅時候，一路維持高增長，其實佢喺兩三年前已經講緊我哋即係大陸唔可以繼續咁樣去高增長落去啦。其實一路知㗎啦。咁但係你咁樣硬撐落去嘅時候，你咁樣如果一跌嘅話，會唔會再跌得再犀利啲？唔係佢咪想就係、是、想用嗰個股市製造個財富效應，之後基本上做個 bubble 出嚟繼續撐咯。繼續谷大佢咯，跟住佢想推動內需啊嘛。即係頭先你阿唐水你話，即係話我上個禮拜講話強國 begin of the end， 我想補充一點，其實我覺得唔係強國衰落，咁係全世界嘅衰落啊！即係我諗係由2015年開始，你見到咧，即係好簡單個譬如啦，即係天津爆炸呢件事 ，OK， 跟住新聞之後過幾日就賣到哇，天津嘅河嗰度咧有幾千條嚇死魚，我一次睇嗰幅相咧，即係見有好多死魚喺個灘上面咧，我以為係 Photoshop 嚟嘅啫，即係我以為其實唔係好多，但係啲人咧惡搞啊，搞到即係multiply 曬，即係倍增呢啲死魚啊，令到個畫面好恐怖咁樣，跟住唔係喎，堅喎，真係咁多死魚喎 ，OK， 咁但係我第一反應係驚咯。
因為我怕是在澳洲裏面會影響到我的，即是我意思就是說，喂，啲魚，啲死天將嘅死魚嚇、啊，經過唔同嘅商人嚇、啊，變成呢啲急凍食品嚇、啊，無論係魚柳啊、魚塊啊，再加上或者魚蛋啊、魚丸啊咁樣嚇、啊，跟住經過嚇唔、啊、同國家，跟住再出下口啊、入下口啊，跟住輾輾轉轉嚟到澳洲嚇、啊，我講緊可能三年嘅時候嚟到澳洲，變咗啲魚蛋急凍魚蛋，我食落肚，喂，我食緊生鴨魚噶咯喎。要話佢全世界因此衰退就係衰或者衰落就係港大嗰啲嘅，但係我諗佢會輸出好多問題咯。例如淨係佢嗰啲走資走出嚟嘅資金炒高曬出面啲樓已經係個問題啦。其實我覺得如果你睇佢要改變而家呢個要挽救而家情況，其實佢唯一嘅方法就係趨向開放啫嘛。咁如果佢要走向開放嘅時候，佢要放手嘅時候，首先應該係放香港。所以其實我覺得大家如果睇香港嘅情況係就會睇到中國，即係中國係冇得救，你睇香港就會睇到端倪，睇到佢不停仲係收緊香港所有嘅控制嘛，即係證明佢腦仲係隨住個方向去諗。点样控制？左控制，右控制，左控制，控制。我之前对糖水呢个分析都抱有一个怀疑嘅态度嘅，就系、是、共产党仲喺拥有呢个庞大嘅外汇储备同埋对军队嘅绝对控制情况之下，即系是否会即系出现帝国崩坏咁样咧？咁我好有怀疑。但系即系最近睇呢过一个月咧所发生嘅离奇事件，我又即系开始。系，即系好似相信，即系例如今次阿爷失灵啦，话托事越托个事越插啦，咁本来大陆插就话大陆插啦，插下唔捻掂啊，走去贬人民币，咁我唔知同美国佬有冇打招呼啦，即系我一路都相信就系人民币嘅控制同美国应该系有默契噶嘛，即系可能因为其实人民币过去嗰几年都不断升值，咁我觉得其实都系可能受咗美国嗰啲压力啦。咁點都好啦，咁我覺得一定有一程度某程度上嘅 agreement 嘅嗰個 currency 點樣安排。咁突然間話一插咗 30%， 跟住你睇住直情喺亞洲直情一個小型嘅金融風暴啦，啲其他國家貨幣跟住貶啦。咁而家美國就賴嘢啦，而家加息又唔係，唔加息又唔係，跟住仲要股市再插一輪，變到中國嘅政策，咁中國股市受中國嘅政策影響。而中国股市及其政策是带动住成个世界的经济，起码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很多经济活动。即是这个是不容否认，我觉得这一点是不容否认的，即是很明显的。即是你比起希腊，我觉得这些真是小巫见大巫，中国的影响。当然啦，同埋我觉得糖水分析得有点挺好，就话就喂，即是你睇佢对香港的政策。就知道其實佢個思維係冇改變到啦，即係我覺得我依方面，我覺得係認同，因為喺而家依個社會咧，你冇可能，你成日都話想學新加坡，大佬你係新加坡，但係你睇下新加坡，佢都有好多 limitation 嘅嘛，即係人哋新加坡好嗰啲嘢你又冇學到喎，即係佢譬如引進大量移民啦，係咪？佢有一個高效率廉潔嘅政府啊，咁呢啲你又學唔到喎，你又學埋啲衰嘢，乜鳩嘢都要管喎，係咪先？喂，你睇下啲波佬啊，屌有錢嗰啲個個都撇㗎啦！我見親咁多，識咁多個波佬，冇一個想翻新加坡嘅同你講。新加坡起碼人人有屋住喎、啊，即係生活質素係一個相對嘅概念啊嘛。咁你比起大陸，梗係新加坡好㗎。咁如果你新加坡比喺澳洲啊，你問下唐水。我新加坡佢係地區金融中心咯，佢係好細嘅經濟體系，佢當然可以做到有錢，佢國民生活質素咁高啦。但你而家讲一个咁大嘅国家系好难相比较咯。同埋佢哋好多局限嘅本身嘅国家，即系譬如佢唔会好似美国咁样有啲咁多高科技创新嘅产品走出嚟噶嘛，系咪？但系咁新加坡里面居住人开唔开心咧？咁我觉得如果两只方比较，咁我咪去过新加坡啊。但系起码我觉得，如果都俾我拣嘅，我谂我会留澳洲咯。
喂，讲开新加坡啦，我唔知道呢个系咪一个linking 啦。喂，有趣嘅发现咧，原来新加坡咧系唯一一个比较少嘅国家咧，系准呢个 Ashley Madison 呢个咁嘅偷情网站 block 咗 Ashley Madison 喺新加坡度 run。中文叫屏蔽。嗱，等下我爆上你同听众解释下咩系 Ashley。Madison 先啦 ，Madison 系嘛？依、這个Ashley Madison 咧，其实就系一个加拿大嘅一个公司嚟嘅。咁基本上咧，佢有个 slogan 嘅，佢有个 slogan 就系咧 ，Life is short， 吓、，Have an affair 咁样。即系基本上就话嗱，生命非常之短暂嘅。唔系，如果我翻译，如果我翻译嘅话，好简单嘅啫，就系所谓有食唔食最大恶极。系啦，咁嘅意思啦，即系咁嘅意思啦，差唔多咁嘅意思。即系生命诚可贵。吓、啊，生命诚可贵吓、啊，一定要偷食咁样咯。花开堪折，诶、你系冇错，你可以文雅啲嘅，花开堪折直须折嘛。哦，莫待花空折枝，系乜鬼啊？這個我觉得阿伯石嗰个准确少少。唔系，但系新加坡嗰度咧，我介绍俾你听啦。所有坏事咧，你只要过一条桥去马来西亚就可以做噶啦。屌佢打飞机都，佢好似话打飞机俾噶嘛，系嘛？新加坡有咁嘅拉拉嚟嘅，不论嘢口交都唔得噶嘛，系嘛？光交好似光交唔，喂，唔好讲光交，只系讲翻 Ashley Madison 啦。喂，基本上咧，嗱，我唔知道你哋啲 email 有冇俾人 expose 啊？冇，得你 check 过啫嘛，我哋都冇 check 过，你都自白，系都喺 Gmail 开过嗰啲alias。冇人用真名公司 email 开嘅话呢啲。哇唔係喎，就係、是、呢，因为今次呢个嘅即係 Ashley Madison 嘅呢 data 俾人即係 hack 完之后呢，即係公布晒出嚟，发觉呢好多男人呢係用呢个嘅公司 email， 仲有发现俾人发现呢好多都係用政府嘅 email account 呢去做 login 喎。唔係 background, 唔係阿博士，你俾少少 background 听众先。咁我嗱咁我俾返啲 background 听众先啦。咁 Ashley Madison 呢就係一个专为其实是 target 一班是已婚的就是男女啦，是去俾佢哋咧系去搵呢个嘅外遇，好似一个 dating website 咁，但系系好多client 咧都系已婚或者系 in 呢个 committed relationship， 即系一个好固定嘅配偶对，即系配偶噶啦。咁但系咧就系呢个咁嘅网页咧就系去帮你去做配对嘅，基本上咧就系话嗱，你咧系交一定嘅費用咧，你去上到呢個網站咧，我哋咧就可以幫你揾到一個咧你去偷食嘅對象啦，咁樣。Sydney 係最多人揾喎。係啊，嗱，好似唔知全世界排第二添喎，仲係。悶啊嘛，澳洲悶啊嘛，大佬冇嘢玩啦。都唔玩嘅。唔係喎 ，Canberra 唔多啊。Canberra 都唔少喎、啊。係咩？人口係啊，人口比例嚟講係啊。哦。僅次於 Sydney 啊。冇嘢做嘛。我可能係即係有信仰背景，我對即係婚姻概念亦都係可能同其他人唔同啦。即係我覺得即係開依個咁嘅 website 嘅人嚟，即係最大惡極，我真係落地獄過呢條友。我純粹從一個 product 嘅觀點去睇啊，純粹從呢個網頁 product 嘅觀點睇，我覺得佢真係超成功嘅。基本上佢係一個純，基本上係 dating website 嚟啫嘛。但係佢個賣點就係專係 for affairs 偷情咯、啊，而係專係為偷情而設嘅。第二就係佢係包生仔嘅，即係唔知你。即系佢收你一个，譬如200几蚊咁，佢就包你揾到嘅。咁其实同召妓网有乜分别咧？咪实揾到嘅质素问题啊！屌实有噶。咁唔系咁市场策略咯，咁呢个咪就系、是。喂，俾啲数据大家啦，俾啲数据大家啦。喂，基本上咧依、這个网站咧，即系呢个加拿大网站咧，用家大概有3900万嘅人咧。喺53个国家咧，系去上过呢个叫 Ashley Madison 吓、啊，基本上系净系 register 嘅会员吓、啊，你谂下，即系几多人系按耐不住就要偷食咧？39个 million，应该我谂有好多都系玩下，即系你 register 睇下先系啦，咁样嘅啫。应该就我觉得实际会即系 take action 嘅，我谂唔会超过六成啊。
可能得两三成都唔错。咁基本上咧喺2015年，即系今年嘅7月15号咧，就有一班即系 hackers 有一个 team 啦，叫做 impact team 啦。基本上咧就讲到明啦，我哋就 hack 咗佢嘅 database， 我哋将会咧就会 release 晒所有吓啲、会员嘅 data， 咁就要当然系要俾钱啦吓，俾、钱我就可以帮你 delete 个 data 咁样。咁但系咧到讲七月十五号啦，咁但系到八即系由7月15号到到8月21号呢段时间呢，已经陆陆续续呢係放咗几廿激嘅呢个嘅用户资料呢摆咗上互联网。咁当中包括呢係人名，真实人名啦，即係当然係电邮地址啦。边度有人会睇呢？即係你唔会无端端走去search 个 database 睇下搵到你老婆你老公个名噶嘛，系嘛 ？Google 咧，譬如话我用 Google search Ashley Madison 咁样啦，你知唔知通常出嚟嘅 result 系咩？但系 Google 就系 Ashley Madison user name list 咯，即系基本上就系好多人其实系 search 紧啊，究竟佢上面有啲咩，上面有咩 email address？ 真系我同你讲，真系有好多人上去抄下睇下自己老公啊有冇上啲网嘅。所以几捻无聊咧，我话。啲人係咪？即係你以為去走去 Ashley Madison 登記嗰陣已經無聊啦，點知有更多無聊嘅人係會 search 個 database 嘅？即係嗱，當然啦，我作為基督徒，我就唔評論呢啲咁嘅網站啦。但係我就係覺得，即係會唔會點解你唔評論？你應該鞭撻佢啊嘛！我係出嚟講話喂，依樣嘢唔啱嘅，你覺得啲人會唔做咩？唔會咯。即係你見到啊，你頭先好似唐水咁講啊，即係依啲咁嘅，即係依個咁嘅 business 咁 hit 啊嘅原因就係因為佢個 concept 就係正食中好多男人心裏面最渴望嗰樣嘢咯，就係偷食咯，即係人生苦短，即係一定要偷食咯。喂，依句 slogan 我覺得真係好型咯，你明我意思啊？即係 life is short, have an affair 喎。而家依個主流社會已經係可以接納到依啲咁嘅 slogan， 可以係一條大街上面有啲好多好大嘅 billboard 裏面嘅一啲廣告，即係依個社會或者依個世界已經可以接受到依樣嘢咯。你唔會覺得係婚姻制度嘅問題？同埋你哋将婚姻制度睇到讲到咁神圣，令到啲人变得好虚伪咩？你唔觉得个制度系？你因为咁多人玩呢个网，你有咁庞大嘅色情行业，有50% 嘅离婚率，咁你唔觉得呢个婚姻制度有问题咩？即係當好多人其實都係去講緊，就係話其實即係教會咧係一個最擁有最多 hypocrites， 即係擁有最多 hypocrites 係咩中文？偽君子係啦，係啦，佢有最多偽善者，因為喺教會裏邊嘅離婚率咧係比教會外離婚率仲要高啊！即係近排我聽得好多依咁嘅分析，即係偷食率會唔會又高啲咧？我唔知啦呢個。即係我會覺得美國會即係教會特別多嘅，但係即係我睇翻其實是唔係通常嗰啲成日有啲 porn addict 啫，都係教徒嚟嘅。係即係或者係只有教徒先會俾人覺得係 porn addict 啫，因為出邊嗰啲佢都唔會覺得只係 porn addict 先啊嘛。咩叫 porn addict？porn addicts 啊！即係美國都有好多即係好著名嘅，譬如電視嘅 celebrity， 即係啲 celebrities 係即係中咗招啊！佢啲全部都係公開嘅，即係話我好愛家庭啊，或者係我係好 commit 嘅基督徒，個個都喺個 list 上邊啦。真係㗎？系啊，咁即系咁佢可能做 research 嘅 academic research 系啦，直情有晒，唔系啊，直情嗰啲会员系有晒名，有晒相，同埋讲埋自己嗰啲性癖好咁样噶。基本上我想搵啲咩嘅女士同我去约会啊，我中意玩性玩具啊，我想试唔同嘅性爱姿势咁样，即系讲晒出嚟嘅，即系俾人 disclose 晒啲咁嘅 information。咁佢冇啊。咪出曬公開信道歉啊，又話我希望得到大眾嘅原諒咁樣咯，但係冇意思咧。其實即係偽君子多的是啦。中國人嗰個性同埋婚姻嘅態度係務實好多噶啦，食色性也啊嘛，孔夫子話就咁簡單啫嘛。唔係其實阿咁阿白 Sir， 你覺得最大嘅問題係咩咧？即係你講咗個有一個情況，咁你覺得即係係個道德嘅淪亡係咪咁嘅意思？即係道德淪亡就唔係第一日嘅事啦。即係道德淪亡係即係由幾時開始啊？由好耐以前已經係咁樣噶啦。幾時有道德唔淪亡過㗎？喂，但係我嘗試提供一下一個比較理性啲嘅分析啊，睇件事啊。即係第一從即系生物学或者呢个心理学角度嚟睇，
咁我相信人类都是一个杂交的动物啦。即正常情况之下，即是我们的构造是，譬如男人你会想去跟不同的女性发生性关系，那你女性即是很多research 都讲过是他那个构造是design 是跟超过多一个男性发生关系，不是同一个时间，即是同一段时间里面可以跟不同的男性发生关系的嘛，他的构造。所以他的高潮跟男性高潮是不一样的嘛。那我觉得起码这样东西是动物性啦。咁另一样嘢就话，咁点解会有一夫一妻制呢？咁其实呢啲系帝国主义强加俾我哋噶。哇，唔系讲坚喎，系咪先？不嬲，中国人都系一夫多妻噶啦，自古以嚟就系我哋神圣嘅文化一部分嚟噶。屌你几阵时开始系一夫一妻嘅啫？咪就系八国联军强加喺我哋身上噶嘛？啱啱先，香港去到1940几年、1960几年都仲系一夫多妻。你睇下，我洪生。啱唔啱先？喂，不嬲都系噶啦。你屌我哋男院嘅唔好讲啦。我哋阿爷嗰代边个唔系多过个老婆，系咪先？咁所以呢样嘢究竟一夫一妻系咪真系咁神圣咧？咁当然你可以话喂，呢个系即系而家嘅道德标准，但其实正确啲讲，呢个系耶教嘅道德标准咯。如果我信回教嘅话，我就已经可以多个老婆。即系咁唔通你冇理由话，因为耶教系比回教更为道德咁。你唔可以咁講噶嘛？咁或者我係一個無神論者咧，咁我可能喺自然嘅情況之下，我多過一個 life companion slash partner slash 係咪 wife 咁樣？咁有冇問題？件事係咪真係想象中咁嚴重咧？咁樣咁另一方面就係話，我會發現到隨住我哋嘅社會演化演進咧，其實嗰個婚姻嗰個制度係受到好強大嘅衝擊。点解严重就系因为你嗰个表面同埋你嗰个事实系相差太远。其实你 present 出嚟就系永远有一个完美家庭，系一个男一个女。我好爱我老婆。系啊，有教养，有吓、啊，有间屋，有只狗，有个仔，有个女咁样。经常有好多 ritual， 好多社会上嘅，因为好多即系你去交际应酬，有好多 ritual 都系要 present 呢样嘢出嚟嘅一个完美家庭，就因为呢个表面同嗰个现实系真实系相差太远。系咯，同埋我觉得即系婚姻制度嘅由来系嚟自啲咩咧？其实系维持社会嘅稳定啊嘛。咁因为你某程度上其中一个原因就系你要 guarantee 你知道你嘅后代系你噶嘛，即系其实一个家庭嘅制度嘅基础嚟噶嘛，婚姻。咁你睇下今时今日嘅家庭嗰个观念，其实已经彻底咁样颠覆咗。因为你啲鬼佬都，我哋之前都讲过啦，啲鬼佬系话啊 ，this is my partner 咁样噶嘛，即系 partner， 唔系我老婆或者我老公噶嘛。咁其实当然好多都仲好传统嘅，但系有啲已经系话我 partner 咁样咯。咁如果我哋系即系 accept 呢个 partner 嘅 concept 嘅话，咁其实个传统嘅婚姻制度其实仲有冇需要存在呢？之前你都讲过啦，呢、这个我可以讲过基督教或者天主教嘅一个嘅价值观啦，即系呢个婚姻系一男一女嘅，呢个都系即系对我嚟讲啦，呢个系即系神我所信嘅神颁落嚟嘅一个嘅意思或者一个嘅条文啦咁样。咁即系仲严重啲添，即系男女结婚之后系唔可以唔 suppose 分开添，即系去到一个咁嘅去到咁嘅咁嘅程度。但系只不过系。即系我觉得就话你头先去，如果佢带到话道德沦亡呢样嘢，其实一早已经沦亡咗啦。咁但系只不过系可能去 roll 翻去之前我去分享过，就话其实即系信仰或者系呢个神智呢个咁嘅概念，已经唔系呢个世代去接受到嘅嘢。咁所以其实你讲性嗰方面唔系解放咗好耐嘅西方，而家讲紧六十年代啫嘛。六十年代，几十年嘅咋？系啊，所以我点解我话中国人性开放过西人咧？就系、是、我讲紧比较长嘅历史上嚟讲，系中国人性观念一路都系比较开放嘅。唔系比较唔系佢，即系佢唔系拎落去嗰个宗教嗰度嘛。嗯、即系不嬲咁多年嚟，大家识紧即系食色性啊，即系。系咪先？即系只不过系一种需要咁样，同埋传宗接代嘅一种安排咁样。
系咪咁样？孔子都话君子好色而不淫，系咪先？冇即系你含蓄冇乜所谓啊！你唔好即系你只要合礼就得啦咁样。即系而家嘅社会唔接受神智，即系我咁讲唔接受神智呢个概念嘅时候，你同佢讲婚姻制度系冇意思，再加上系反抗添。即系点解你要去逼住婚姻制度系一男一女嘅咧？咁样咁即系好多人可能听众大家好都会觉得，喂，你偷情就梗系婚姻里面唔好。你得唔到滿足，或者你本身嘅婚姻有問題，你先至出去偷情啦。但我嘅觀察發覺又唔係喎，因為即係譬如我識得一個朋友啦，咁即係其實 he say 啦，即係佢話俾我知就佢識一兩對 couple， 兩對 couples， 咁兩對 couples 都係結婚嘅，咁都好開心啊。但係都係即係叫做 MBA 啦 ，marry but available 嗰陣啦，即係男女各自去偷食嘅，都唔係偷食名食嘅，即係大家知嘅，但係會係咁樣咯。咁佢我問翻佢，我話咁佢哋係咪大家都知啊？佢話係啊，佢話個即係個老公同個老婆都知㗎，但係冇乜問題。但佢哋都一樣係一齊生活好開心嘅。咁我自己都識一對咁樣 couple， 又係即係佢哋又唔係恩愛，但係即係好感情好好㗎。你見佢哋即係會男嘅即係車出車入啊咁。但系个女唔翻屋企瞓，出去玩又唔理啊！咁但系即系佢当然佢我即系佢哋同我讲翻就系咁嘅 arrangement 啦、啊。但系咁佢哋冇细路哥啊？哦，咁冇。哦，系咯，咁又好唔同。系啦，咁可能有咁可能有细路哥，当然就嗰个观念会改变啦、啊。咁但系个问题就喺度啦。你有细路哥嘅时候就系唔系你哋两人嘅事啦嘛？你要顾埋个细路哥啊嘛。咁但係当你冇细路哥嗰刻，究竟一啲传统嘅观念就仲係是否 applicable 呢？咁头先都讲咗好多时候，喂，根本你成个婚姻制度建立就係为咗传宗接代啦，好大程度上。即係而家呢个婚姻制度下、已经唔同以前咁样啦。咁澳洲都即係会有呢个问题发生喎、基本上因为澳洲应该会步爱尔兰嘅后尘，有机会嚟緊呢个选举里边作为一个即系公投嘅考虑。系啊，如果阿 Tony Abbott 话，如果佢选到下一任政府嘅话，佢就会攞呢个 same sex marriage 作为一个公投嘛。你好似好有意见咁、唐 Sir。好有意见啊！我对佢嗰、那个，我觉得即系我其实我哋节目讲过噶啦，我对呢样嘢都不置可否啊。呢个 same sex marriage 系咪通过？但系我对佢攞出嚟公投咧，我系好有意见嘅。第一有几个层次啦，第一就系、是。个人层次啦，即系你唔好搞我啊，关我咩事啊？呢啲咁嘅嘢，又要即系吓，又要我嘥时间，又要嘥我啲税款咁样去攞出嚟公投。第二就系我觉得，即系你每一个国家你处理问题咧，你有自己嘅，即系你有自己嘅脉络，呢啲系好难用条文去讲出嚟嘅。即系譬如你譬如你爱尔兰咁，佢系一个宗教性好强嘅国家，佢基本上。全部都是天主教徒，所以他拿这个 act 出来公投呢是很合理，因为其实他这个根本就是一个宗教的 act 来的，一个宗教的公投来的嘛，几乎是一个很有宗教性的公投。那譬如你看回美国，他处理的方法，他由去法庭解决，亦都是基于他那个宪法很深的宪法传统，很深很长远的那个Civil Rights Movement 那个公民权利那个抗争的传统是一脉相承的嘛。那其实你看回澳洲的传统是什么，很多传统就是大致上都是跟回英国的传统，除非即是迟些走向共和啦，或者有变。即是你有什么不是拿出来国会投票咯，是吧，这个是符合澳洲嘅传统呢个 pragmatism， 因为英国嘅传统呢个所谓 pragmatism， 呢样唔系一样 political agenda， 唔系一样咁高嘅嘢咧。点解你要去掉呢样嘢出嚟公投咧？我系反对咯。但系咁讲，即系作为自由党，佢基本上佢之前一路以嚟嘅选举选举工程，佢都系讲紧佢系唔会喺佢任期内去推行呢个嘅 same sex marriage。咁你咪唔好推咯。咁你咪投，你国会投得，你国会投得咯。而家唔系代议政制失效嘛。我觉得你咁样做俾我嘅感觉就系你根本系你想就系唔想上身啫嘛。呢件事即系啲政客唔想上身咪
佢推出嚟公投，我覺得係。咁就算佢喺國會裏面投票，佢都唔會上身㗎，因為佢自由黨佢都係大多數都係可以反對㗎。咁如果佢真係，如果佢係埋咯，即係咁，但係佢驚，佢又如果佢反對嘅時候，佢又驚，即係佢要負上一個政治責任㗎嘛，無論佢點投都。我就從一個公共政策嘅角度去睇，就係、是。一啲咁具爭議性，尤其是係屬於一啲叫做 ethical issues 嘅 law 咧，係絕對需要公投嘅，因為呢啲嘢唔係呢啲可以通過 logic 可以搞得掂嘅嘢嚟噶嘛。即係譬如話，我要維持社會穩定，我可能我打劫嘅要坐五年，咁你殺人嘅坐一世，咁呢啲你可以可能揾一啲法律嘅專家，你可以。已經可以做到呢樣嘢啦，係咪？咁你，譬如你一啲即其他政府嘅政策，譬如你話一年排費幾多，咁你呢啲可以通過個官僚系統進行諮詢，咁就再制定個政策就可以達到咁嘅效果。但你如果你講緊係一啲譬如好似同性婚姻呢啲咁樣係屬於一啲係 moral base 嘅 argument 咧嘅 issues 咧。你必须要喺社会里面真係凝聚共识嘅。因为呢啲嘅对与错呢其实是一种感觉嚟嘅。即唔冇绝对嘅对与错，只不过係大部分人觉得喂咁样 OK。咁如果大部分喺社会上面里面大部分人觉得都系唔 OK 嘅话，咁呢样嘢咪会变成唔 OK 囉。我自己嘅睇法就系、是、你必须要公投，因为如果唔係你憑嗰班係代議士出嚟喺議會裏面投票呢，唔足夠嘅。我覺得佢哋需要再攞一次 mandate， 因為呢樣嘢對整個社會嘅影響係好深遠嘅。其實即係做過好多民調啦，由2009年到2012年呢，其實有超過六成嘅澳洲人呢係其實係贊成呢個嘅婚姻應該係平等嘅。婚姻權利是平等的，同埋係尤其是係 young generation 啊，即係18至24歲依一個年紀嘅群組咧，係超過八成嘅人咧係支持呢樣嘢嘅。其實你要諗翻呢樣嘢，一樣嘢咧就係、是、其實你呢個 act 嘅問題嘅症結咧，就係如果你係愛爾蘭或者譬如 Switzerland 一啲咁單一嘅民族國家咧，或者係你好似愛爾蘭咁宗教嘅咧。咁、那個情況係唔同，咁你澳洲呢，你個癥結其實係話你到底係咪一個現世嘅政府嘛，係咪你係咪一個 secular government？ Secular government 嘛。當如果你係一個 secular government， 你肯定你係一個 secular government 嘅時候，咁 marriage 係咪一個 civil right 啦，呢樣嘢好緊要。根據你問我，就根據我又係講返啲離地嘢啦，係咪政治嚟就梗係人權公約啦。人權公約就冇清楚列明究竟婚姻是乜嘢嘅，但系就只不过每个人都有结婚嘅权利，但系就冇讲明究竟结婚系即系结婚系乜嘢。系啦，咁所以其实呢个系症结咯。呢个系如果 marriage 系 civil right 嘅时候，你做一个咁样嘅 referendum， 你就非常之唔 appropriate， 因为你系哦，即系你意思要剥夺咗佢嘅权利。系啊，你由大多数嘅人去决定少 minority 嘅权利啊嘛。即系譬如我哋可唔可以做个 referendum 话天主教徒可唔可以结婚咯？应该咁样讲，而家嗰个所谓嘅公投去合法化同性婚姻，其实只不过一个证明运动。因为其实根本上而家即同性嘅人都系可以 form 呢个 civil union 啊嘛。即其实基本上 de facto， 其实根本基本上所有嘅 legal rights 都系有噶啦。即譬如你两个系啦，两个 lesbian。唔係，我 check 過都有少少分別嘅，即係有咩分別 ？By state， 如果我 check 過Queensland 啦，佢寫明係即係某啲 right 係某啲 right 係一樣嘅，某啲就有啲又唔同嘅，譬如 adoption 嗰啲就係、是、就唔得嘅咁樣啦。即基本上澳洲嘅 adoption 係好難嘅，但係唔係你同性 couple 去有 BB 有兩個途徑，一個你可以 adoption 就 adopt 一個完全同你冇血緣關係嘅小朋友。咁、呢个就大 stay 啦，我唔知啊，呢、這个我唔清楚啦，但我都见过系有人有。但佢亦都可以搵个另一个异性伴侣，即系搵。唔使试管㗎嘛，试管婴㗎嘛。试管你都要有另外一个 sex 嘅。到你啊 ,donor 囉。其他。俾钱㗎嘛，俾钱搞掂㗎嘛。咁其实你阻唔到佢㗎，係咪你唔可以控制唔俾佢生仔㗎嘛。咁所以其实基本上
就成個即係所有嘅 legal rights， 即係據我所知，基本上都係有噶啦。咁其實純粹只不過係為啖氣咯，好老實講，真係為啖氣咯。咁究竟應唔應該咁樣做咧？咁我覺得對，其實反而對嗰、那個通唔通過，我唔係咁著緊。但係你話要搞 referendum 咧，我會聯想，我就會覺得有好多問題。因為涉足咗公投。咁又未至於，即係就頭先我所講嗰樣嘢咯，即係你要搞清楚係啦，即係係咪應該用呢個方法去處理呢樣嘢？即係你會產生到好多問題。你而家大部分人去決定咗小部分人嘅權利，係咪妥當啊？即係其實澳洲唔係一個咁樣嘅國家嚟嘅，你唔係兩樣嘢都，即係澳洲係一個人口背景好複雜、好分散嘅國家。即你比較喜你就比較贊成係美國嗰種 style， 就 Supreme Court 做一個咁我哋即係，但係我唔明喎、哦，咁你點解會覺得要喺議會裏面解決，但係唔能夠訴諸人民咧？個分別喺邊度咧？我 get 唔到呢一點，因為如果即係美國嗰只嘅話，我可以理解。我哋之前美國嗰只噶嘛，因為行到我。唔係之前 High Court 上年定前年 High Court 咪有個 ruling 就係話呢啲嘢應該俾翻 Parliament 做咯。如果係要改，佢哋個憲法同我哋嗰個係兩樣嘢嚟噶嘛。如果係咁嘅話，咁訴諸人民都除咗嘥少少錢之外，都冇乜壞處嘅其實。唔係，即係嗱，你問我用一個公民身份，我覺得喂，我想有公投喎，起碼我有 say 嘛，你話先，起碼嗱 ，OK， 即係嗱，我就反對同性婚姻合法化嘅我自己 ，OK， 如果嚇、你喺冇公投嘅情況之下，或者我冇 say 嘅情況之下，哦 ，OK， 你批咗我自己唔可以出到聲嘅，咁我咪可以話，哦，我唔鋸咯，因為我都冇出聲嘅權利，或者我投之前投 Tony Abbott 嘅時候，我係因為依樣嘢投嘅，但係而家哦佢。即係冇公投嘅機會情況之下，我唔可以將我嘅想法去俾個政府知道咁樣咯。我覺得你話喂呢、這個投票係大多數人決定少數人嘅權利，我都有啲保留，因為點解？因為其實係大多數人決定我哋嘅社會嘅意識形態咯。咁係咪？咁問題就係而家係咪大多數人覺得我哋嘅社會係應該接受同性婚姻先？即係其實而家真正嘅問題係，我而家就係啦，而家我就話頭先，即係我睇過啲 research 啊，2009年到2012年係多過六成嘅人係支持即係marriage equality 嘅，即係婚姻平等嘅。因為你譬如喺 Facebook 都睇到好多人喺度畫彩虹啊嘛，而家自從美國嗰個判案之後，咁我見到其實支持嘅人都咁多，咁我其實我自己不嬲都支持嘅，但我唔會真係畫彩虹啦。但係即係我其實我會覺得喂，訴諸公投未必唔係一件好事，因為玩兩手真係多過一半嘅，其實係贊成，俾個名嘅啫嘛，屌咪一樣周街拖手，唔通會唔存在咩？唔可以教堂，唔可以教堂咯，唔可以教堂行禮咯。當呢條 law 過到嘅話咧，即係我都相信有唔少嘅教會會跪低嘅。咁喺呢一方面，即係公投呢樣嘢，咁我諗大家有多相有持唔同嘅意見啦。咁嗱，喺我哋台另一個節目，即係西方論壇都有講，專係有一集係講呢個嘅即係同性婚姻呢個公投呢樣嘢，咁大家都可以去聽一下啦。咁繼續支持我哋啦。咁我哋今個禮拜咧就講到呢度啦。我哋下個禮拜再同大家見面啦。拜拜，拜拜。